个喺机场执到嘅银包啊！铁路机管局同埋警方之间咧处理失物咧系几咁冇透明度同埋沟通啊！我哋咧就亲身经历过啊，好心处理失物啦，就算喺机管局同埋警署之间啊，足足咧就用咗廿几分钟啊！哇，其实咧普通市民咧都唔知道咧，原来呢件事系几咁荒谬啊！交俾機場嗰啲警署佢哋救咯。好，你都願意嘅咩？係啊，即係如果我喺機場執到銀包咧，我會即係第一時間係諗攞去差館咯。因為細個㗎，執到嘢一定要俾警察叔叔。我諗唔到咧，將個身份證交喺機場差館嗰度係唔得嘅。咁麻煩嘅咩真係？如果我真的趕住登機，真係剩翻十分鐘左右嘅話，我覺得我會俾住嗰啲機場管理嗰啲先咯。如果準備登機就算啦，就擺咗喺度先，可能等翻到嚟香港再搞咯。導線啊，嗰啲驚啲最後咩頻啊？係喎、未諗到我。係啊，未諗到。